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XYG 自从掉入 A 组后就没有了起色，昨晚他们和 WE 大战了一场，险些就被零封，还完成了一波让二追三。目前 XYG 的积分已经没有机会冲击 S 组卡位赛了，安稳地落在了 A 组。XYG 本赛季的表现确实让人担心，在 S 组强者如林，被完虐也算是能理解的事情。但到了 A 组同样发挥不出实力，感觉在开倒车，大家都期待他们能打回去。现在看来能稳住 A 组就不错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场比赛西河又重新回到了首发，打出的效果也还不错。这个赛季他和一门都有上场的机会，之前粉丝一直想换掉西河，把一门换上来之后也没有打出太多成绩，所以两人开始不断轮换，只有等到成绩稳定之后，这两个人可能才会停止轮换。赢了这场比赛后，大仙也感慨了一波，他说 XYG 每次输比赛都会影响他的直播心态，这样的态度对观众不是很好，但现在已经调整过来了，不能因为自己的心情影响观众。小伙伴们如何看待 XYG 本在 A 组？